开启快乐小鸡官方网站，点击下载，并将电视版本保存到 USB 随身碟。将随身碟弹出，然后插入 My Box， 按下语音并说 Google Play Store， 搜索并下载 S2X。依照教学允许权限，现在转到 Storage， 打开 USB 随身碟，找到小鸡 APK， 点击安装。第一次安装 APK 时，您需要启用安装未知应用程式的功能。安装完成后，从主画面打开它。您需要一个游戏手柄，